朋友的后边，大家不要告诉他，快点快点抓住，快点快点抓住。可以算抓到吧？没有，我先上来了。没镜头吧？没镜头吧？王和弟，今天我就在这儿认你当我大哥。他对我不轨，人家是让你抓人，不是让你后衣裤衩子。拼了，拼了！真的就是没有包袱，然后谁也不是什么艺术家、演员、歌手，就是完全像小朋友一样投入的玩。就是玩，给他们那悬念，给他们那悬念。We are your champion。可以了，版权费太贵了。啊！小时候，你真的会为了比赛的输赢争得面红耳赤。我们下面一个游戏是躲猫猫。倒数，50、48。今天大家表现的都非常好。一开始呢，有个别男生。就是有一些挑衅行为，希望下次注意啊，要不然佛再来这么一次，我就要通知家长了。不要告诉我妈妈，她掐我大腿里子。大腿里子，你妈连大腿外子一块掐。现在呢，就可以回到各个家里面洗澡休息。好，好，解散，下课，解散，下课，放学了。小时候的游戏确实好玩。对，小时候我们成群结队的去上，而且早晨起来，比如说有谁喊我，可能来不及吃早饭，那个时候就家里基本上会有人给你送种鲜奶。鲜奶，对，我小的时候我也很喜欢喝鲜奶，像经典鲜牛奶，我特别喜欢它的味道，它奶香很浓，它入口非常的丝滑，丝滑，对，然后我喝完的时候嘴巴里会有那个淡淡的甜味。而且它采用的是双模锁鲜工艺，鲜活营养，是普通鲜奶的1.6倍。又营养又好喝。来，干杯，干杯。这恩嘎今天太成功了，今天这回到小时候，是吧？大家我觉得都玩得挺开心啊，非常开心。哎，你发现吗，丹姐，就是每次活动之前都觉得特别傻，什么玩意儿，一玩起来特好玩。所以就这活动就是最重要的是人，就是只要人真心实意的投入玩，不想那些没用的，怎么活动怎么都对，还是就是得真诚。对，我回来了。 Hello， 快快来快来快来，好开心啊。今天啊，真的是我们真的是桃花源，真的是没有任何的，就是回到小时候，就回到小时候，谁也不怕出丑，不怕丑，大家都那么简单，简单就是回到开心。对，木野说他上次被扒裤子是在7岁的时候，我是从来没有这样，我上回我都没看见吧？哎，我这个位置正好看到，而且是翘臀，然后红裤衩都拽了，我只看见，我看他匍匐了，倒了，我就已经笑的就不行了。你真的是放飞了。哎，那就我其实是个非常简单的。因为你14岁之前，你大量的时间都在弹琴。大量的，这个只是大量的。对。Too much times.
咱们今儿高低去一下好吧，今儿不去明儿25、26完了就结束了。好，我的天，我觉得我们在桃花坞还是再热闹一下。朋友们走吧，我们去赶个海，走走走， Let's go。 哒哒哒哒哒，福特电马，福特电马，你这只大蝴蝶可以平躺在里头。安全带系好，朋友们，我们就可以出发了。Let's go， 出发。王师傅，哎，你叫哪个王师傅？叫，现在就是司机王师傅了，司机王师傅了。车内温度合适吧？可以。请问咱们是按导航走吗？给你200块钱，不问目的地，你就给我一直开。走走走走走。好，朋友们，我们到了。先来吹个泡泡吧。哇哇，好多泡泡呀！这能吹这么多泡泡呢？哎呦我！哥，那泡泡想吐了。为啥我这一坨一坨的？这泡泡远了，好漂亮呀！我们的爱心，快，我们许愿。你们俩在这儿结拜呢，结拜呢。你离远，离远看，惊悚片，老吓人了。看校服，双马尾，然后在那跪着，老吓人了，真吓人。真的 ，CC 在上面坐着，孟子义下面跪。我刚刚哪有跪？你跪的笔直，朋友。来，我们画个奥运五环吧。可，祝你在下一次奥运会再多拿几个金牌。哇，来来来，哎，大家借点火，对对对。我着了。哇！啊，好漂亮呀！来，快点给他那个笔头了，五环来。哎，好，有两个人在前面。哦。快点，五环，快点，快，前面再来一个。弟弟，我感觉你头发要着。五环，我你下面头发要着，你的头发。这，快给你拿个，快！我们飞耶耶耶耶！哎，看，哎，摇摆大风车。以前是想快点过，现在觉得过太快了，很舍不得吧？哎呀，录个节目疯一片。走吧，我们回去吧。走了。徐胜，哎，来了。咱要不就自己写点那种硬词儿。对，咱们众所周知，咱们那个六五零春晚，是一个神奇的舞台。嗯，说哎，别说了，你有没有感觉现在有点就已经开始有魔力了呢？也快离别了，大家也都很感性，想要留下好的话题带给大家。明天杂技团吧，嗯，下面请对，下面请欣赏杂技表演，智与力。下面请欣赏杂技表演，三傻举鼎。不是啊，他们三傻都得纳闷，啥时候举鼎了？弟弟，我开个pad， 能给我打点光？你正常用。那我们咋办呀？交代你们躺在床上在密谋什么？密谋一件大事，惊天大事。我们要让桃花坞永远的记住我们，在桃花坞第二季的最后一季，我们要让大家知道，桃花坞因为我们三个变得更加浪漫。
本节目由含有 1.6 倍鲜活营养的经典冷藏鲜牛奶独家冠名播出，鲜奶喝的就是鲜活营养。哥哥，咱开一下那个会，咱假装过年怎么样？咱还得贴春联儿，恭喜发财，哇，按春晚流程来。那这个节目哪儿来呢？我的妈呀！偷拍的吧，这是。以前等鸟，现在演鸟；以前潇洒，现在三傻。别人是爱拼才会赢，他是不拼但爱赢。他就是桃花坞终身成就奖获得者，被桃花坞误了终身成就的女人。告诉我，谁是最厉害的？哥哥，有没有信心？有，做大做强，弄好啊！你们再不努力，再不给我出东西，你们好意思吗？你们，你这领导让我窒息。我跟你讲，我进桃花坞的时候啊，我想的是我不要跟王传君这个人相处。弟弟直来直往的，比我自在一点。就我要进进出出，我还会顾忌吵醒室友啊，或者怎么怎么样、啊。这个是狂、哎，你这话怎么哎在批评我吗？批评你什么了？批评我吵你、啊？你站起来告诉我。醒一醒吧，起来一起看一下吧。凌晨三点还不让睡觉，疯了！三傻串吧，今晚要大闹桃花坞，在这里留下真正的一点东西。啥喊啥？太可怕了，你们下头了，救命！咱们玩个你比划我猜。行，我今天非常的神经兮兮。蹦啊！射击中弹中枪，不是。你什么时候回来？我这就回来了。坐坐。回头。这是没回头。这样看看看前面。好时尚啊！哎，有种丰收的喜悦。这都好笑吗？妹妹，爸爸，爸爸被我绑架了啊！这么早就接受这种可怕的教育，对不起，嫂子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有一天不小心把这个箱子拽翻了，高低有200只蟑螂，倾巢而出。大的、小的、中的、老的、年的、幼的，哎呦我的妈呀！那你得亏是北方的，你要是在南方的蟑螂，那就是。哇，哎呦我的妈呀，那会连夜搬家吧，应该太吓人了。